好的，各位东广新闻台的听众以及看看新闻网的网友，我是记者向小薇。我现在的位置呢，就是上海中心大厦52层空中大堂了。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外幕墙，而右手边呢这是一个内幕墙。每个空中大堂今后将会配置相应的配套措施，为在这里工作和消费的人群提供相应的服务。另外呢，空中大堂还会设置立体的绿化，为大家提供观光和休息。更重要的是呢，空中大堂还提供一个电梯转换的职能，每个人从一楼大厅坐电梯直达空中大堂，然后呢再从空中大堂坐分区电梯到达自己所要到达的楼层，这样就可以分流密集的人群了。